也是我们重金礼聘，请他来到我们的现场，为大家演唱几首好听的歌曲。对，我们的新加坡的常青树不倒翁哦。对，他这个是我们永远的歌迷王子。今天晚上他要带来他个人的第一首歌曲，曲名叫做《今天不回家》。掌声欢迎王金元。Yeah, yeah, yeah.